违反私校法50条之二，违反27条，我一一就给部长看。但是教育部在过去的做法是裁罚高雄医学大学，奖补助金达1400万元。我跟部长直接说，1400万的概念是什么？这个概念是12万个小时的清谈学生的攻读金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学校要聘攻读生越来越难，1400万的意思就是12万个小时，也就是有12万个小时高一的有家庭有困难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津贴，这严重侵害到师生的权益，更别说其他的部分。对、啊、那我相信在座的前辈同学一定老师一定都非常清楚，对、啊、现在是行动的时刻，这一甲子60年来就是这一次，大家千万不要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是这一次，唯一的一次，一次到位，这样。好，那么谢谢。